三宝，你怎么又跟他们打架了？谁让春风他们欺负我？所谓何事呀？春风他们说我腿短跑不快。小朋友应该放低姿态，不要斤斤计较。哼！来，师傅教你个绝招，走。Later。三宝，你要快不快？快，跟我来！我去，还可以这样。